在眼前，行动起来吧！西天取经，赶紧出发，八十一难快速搞定！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快绑我，快点！我赶时间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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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快点！来来来，哎，谢谢！一打，二打，三打！玉帝哥哥，不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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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不不！我没时间给你解释，快点给我，快点！不不，你给我，我干！你，我叫你一声，你不行，你就答应就完了，快点！干点事儿可真不容易，悟空赶紧花点圆去。你好，这是您订的肯德基宅急送。这是我点的肯德基，满39送烤翅，满59送鸡腿堡哟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今天能拿这个奖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速度成就梦想，效率成就人生，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。谢谢大家，我爱你们。我 cosplay 了这么多角色，本来想在唐先生面前露一手，没想到他这么心急，完全不等我演好三个角色，就把我给三打了。哼！我宣布，从此退出 cosplay 界。后期帮我劈把扇子呗。嗯，我出道以来，我的芭蕉扇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，可不曾想一眨眼的功夫就给那和尚抢去了。这叫我将来如何在时尚辣妈界混下去啊。本来说好让我拍满满一集的，谁知道他不按剧本走，咔几下就把我打发了。好歹我是个角啊。哎，别拍了别拍了，这上不了戏，拍了有啥用？去。